爹给你吹一吹。啊、爹、你看连爹你都嫌弃，那小子墨居然说喜欢我。哎，爹，你怎么看啊？要说本小姐原本天仙的容貌令他倾倒到情有可原，可现在不这个样子。爹，你再看两眼顶得住吗？不看了不看了。这才正常嘛。所以女儿觉得这个家伙必有所图，你就给我等着吧。王爷，这是奴婢亲手熬制的百合莲子粥，有养心安神之效。王爷辛劳，奴婢给您按按。本王要处理军务，你先回房吧。是，王爷。不知太傅大人到访有何事啊？听说太子和魏王起了争执啊。果然什么都瞒不了太傅大人呢、啊、这小子墨嚣张至极，居然抢了本宫的女人。哼，太傅大人你可一定要帮我呀。那是自然。哎，客官里边请。这不是萧子墨抢去的花魁吗？大晚上进男子汤池做什么？客官，这边请。萧子墨怎么也在这儿？这里面